来，我们辐射一下那边的男生们，收到了吗？好，跟大家汇报一下啊，你的集锦衣很有可能今天晚上很有可能可以挑战我们张远的分贝值，因为即将突破1100万。1100万，你们有信心吗？当然，同时要支持我们的吴俊宇，也支持我们的好歌手、返场歌手叶真老师。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集锦衣，谢谢。刚哎呀，不能走，刚刚唱完两首歌，有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？还行，就是有点干，又干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自己下去，我自己下去。圣杯呢？不是，别拦我！哎，你怎么不拦我？拉着我。圣杯呢？圣杯呢？淡定淡定淡定，我其实圣杯已经在二号小屋准备好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刚刚演的这是哪一出啊？